我的妈呀，这么可爱的崽崽熊不允许你还没拥有。白色加一点黄色，混出米白色。我们先来捏一只坐姿的白熊。搞定一只白熊，加入磁铁就可以吸吸。再来捏一只站姿的棕熊。最后画一点小细节就搞定啦，粉熊和棕熊做法一样哦。